GT 125要换火星塞的话，先拆坐垫。对，坐垫有四颗十号的螺丝。五颗。这个已经有磨损了，我们看，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，就是斜斜的，头是斜斜的，拍得出来吗？那这个中央电极的头是斜斜的，它就是，你是电极，对，然后你看这颗火星塞，哦，这边还算白，就燃烧的都还不错，就黑色中间黑色那个是斜斜的，有没有？看得出来吗？那这个蓝这白白的嘛，那说明燃烧还不错，这样。然后我们新的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摇晃。可以啊。我们新的火星塞，好烫。这是平的，然后很近嘛，然后这边距离拉得比较开，点火就比较难点。我们先装上去，然后看一下发动。火星塞的作用就点火。就点火而已。打火机。打火机也可以。发电只是让它产生一个火花。对，打火花。啊，这是高压线啊，高压线接火星塞就点火了。啊，这个这边是小漏油，不过看起来量不大，应该还好。这根管子啊，这边。机油在这边那边。对。那打进去，它会有另外一个洞点出来。你刚来的时候能发吗？